想把很多的结论交给时间去酝酿。 Sharpin Design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。金马之后参与了电影，扮演另外一个角色之后，觉得我再也不限于自己的小小象牙塔了，开始去更同理的去连接到另外一个人的世界，另外一个人的故事。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艺术，对，你要活得很精彩，活得很黑白是非分明也好，但是你就是要活得蛮扎实的。我的生活风格就是很用力，健身很用力，然后写歌很用力，我连睡觉吃饭都很用力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推到线的最底的那种人。有美的滤镜，然后有大哭的滤镜，但是我一直很想要设计一个笑得很疯癫的滤镜。如果你把自己的照片或影片就是合成上去之后，你会被自己逗笑的那种滤镜。